本节目由皇家品质、皇家范儿的皇家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。谁啊 ？Surprise！ 伸出双手，尝试触摸蓝。什么东西啊？一，这是送给新哥哥们的特殊福利，穿上它 baby 会更爱你，但是穿上之后就不能讲话，所以穿到午饭之后就可以获得大礼包。哦，这个好热啊！我什么时候能脱掉啊？就是按照任务卡上说是要午饭，午饭以后，那还有几个小时呢？为了大礼包，那、走吧。送给新哥哥的特殊福利，穿上它 baby 会更爱你，但是只有穿到午饭后才能得到完整的大礼包，就一定要穿上它会得到东西是吗？你说话，我是说哥，妈，你是男是女啊？哎，来王博，来请进去。天这么冷，你让我穿这个，我羽绒服怎么穿啊？我把这个套在里面，你能看得到吗？神经病，穿这个很。我以为是你们给我特制的，这不是特制的衣服。我突然觉得我穿成这样跟他一边蠢。你像是怪物，我觉得我。走吧，咱们先下楼吧。太难为人了，还是。走。熊啊，帮我拿一下吧。拿哪儿？要你有何用？快走，碍事儿。别总挡着我镜头。坐这儿，熊，让你坐就坐啊！熊，我们不能偷懒，熊。哎，熊，举牌，举牌，举牌。嗨，你好哥哥，我是小葱花。小葱花，我是更新叔叔。你好叔叔，这是熊。跟大熊打招呼吧。你好。好，再见妈妈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是小女生吗？拜拜。 Apple 你好，这是小葱花。
小葱花四岁 ，Apple 也四岁，你们一样大。哦，我是三岁。啊？三岁。你三岁，那这表打错了啊。小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三个，这三个都是对老成员了。老成员了。熊。熊。你过来了。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我们的嘉宾之一。你是不是杨千玺啊？面对镜头，你是不是杨千玺啊？你摘了，你摘了吧。来，一起打熊。站起来。你不是，你还不能摘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又？我刚才怀疑可能是他，他不能摘，不讲话。因为第一季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熊，也有个熊，戴了两天的头套。不讲话，不讲话也不弄什么，我们他必须得什么帮完成什么任务才能摘这个，是吗？我们先上车吧。Baby 之家看到了吗？哈林过来，来。哈林。哈林不是哈雷。好吧。小熊，你能坐下吗？是吧？行，你坐这吧。好吧，小熊坐这儿。你看，我们就有黑板，你们认识字吗？能看得懂？不认识。不认识啊？我跟你讲啊，一切行动听导演组的安排，懂吗？嗯。所有的事情要自理，不要麻烦他们，不要麻烦导演组。然后我们就在这里，我会和易烊千玺哥哥给你们做饭。易烊千玺哥哥，我估计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啊？在这里面。他是吗？是，我怀疑他是，但他不讲话呀。别卖萌。我要摘他的头。你要拧下来他的头吗？来，跟我走，上楼梯，注意安全啊！上楼梯，每次上楼梯要扶着这个把手自己上楼梯，要扶着把手才能上。这个是公主吧？哦，这是你们的房间。是不是？葱花和哈林，你俩睡这儿。两个，你们两个是好朋友，你们要睡这儿。哥哥，我不想晚一点才能找妈妈，我要白天找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们吃完午餐，吃午餐的时候妈妈会来吗？走吧，小熊，这是我的房间。你要住这儿吗？对的。我喜欢这两个枕头。好吧。哦，这应该是男生的床，是我和小熊的地方吗？对呀。这应该是我和小熊的地方。应该是。但这个地方离你们住的地方好远呢、啊。我先做饭了，你去休息一下，找个地方。导演，你给我出来！为什么他们的冰箱里有那么多好吃的？他们冰箱里各种玩具、各种大屏、各种电视，这无可恋了，我不想看了。打发谁呢？这是什么？不公平啊！为什么？你啊，我的，我不穿。没事没事，我不穿。我在弄饭。没事，我不穿呢，不要紧的。我真不穿了，我没事，我不穿了。哎，这个这么轴呢？穿怎么了，小熊？小熊郁闷了。小熊，吃点吧。
了？太帅了！怎么了？小熊，这个我也要。轮到我了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哈林，你那个都咬完了，你就不要给小熊吃了，你给小熊一个整的嚼的好不好？几个小朋友挺可爱的呀，香肠喂到嘴里面，我还没去咬呢，直接就扔在里面了。这还有个大礼物。大熊，这个可不可以解开？各位哥哥们，恭喜你们通过第一关，现在你们可以脱下卡通服，领取你们的大礼包。大熊，你打开头套了吧？对，我们打开了，可以了。我都猜到了，神经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我的汗啊！快快快快来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我摘下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样，反正就头上肯定都是水。特别认真，就一直带着那个小熊啊，穿那个衣服也穿了能有几个小时吧，特别热。我猜就是你，你把这衣服脱了，我帮你。那个是我介绍吗？那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啊？你吃的小胖子，哥哥叫千玺。我穿着熊服的时候，我一直想，我说我脱熊服的时候是不是就大家就不理我了，就孩子就不接受。然后我脱下来那一下，然后几个孩子还是围着笑，我觉得还挺开心的。哇！开钱，有钱，哇，厉害了，这么抠。换尿布你会吗？给这个换吗？对啊，勒腰上，勒腰上，套，对，这样的，对对对，啊，头发短的人适合盘麻花，长的人盘发。我编麻花辫，你会梳麻花？你给他来个麻花辫来，雪儿坐。你会不会？我哥给你梳头发行吗？不要梳头了。妈呀，哥跟你说，变得好漂亮呢。哎呀，多了。这比他不爬还乱。啊，哈林，我完事了。你放开我 baby 专属福利。玉女会在每天晚上来帮忙给女 baby 洗香香，想要获得这个福利，哥哥们还要经过特殊考验哦。如花貌美，貌美如花，热情似火，清纯可人，朴实可干，朴实可干，我们选这个了。朴实可干不行，我要个貌美如花的。No， 朴实可干。你这样，你绕个貌美如花的来，我洗。好不好？妈，你给他洗啊！你要个貌美如花的过来，然后我给小朋友们洗，我就有动力了。你觉得咱导演组有貌美如花的吗？不，我告诉你，就朴实肯干的，可能一下把六个都洗了，对吧？你相信我，热情似火。哎，你怎么不说热情似火呢？就光热情，我什么用不干活？哎，我们选好了，我们就选那个。不行不行，小朋友们害怕。朴实能干，确定了吗？为什么有清纯可人貌美如花的？我要清纯可人的。不行，没得选。不是，确定了吗？确定了，确定了，确定了。换密码，密码是2497。各位哥，两位哥哥面对面，在一分钟之内连续完成20个跳绳。哪有跳绳啊？
面对面在一分钟之内挺哎呀。我就说吧，我就是不是说要貌美如花的好？不，我说每一个都指不着，指不定是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啊，再把跳绳扔过来。会跳绳吗？不会。等会儿啊，你们俩试试。等一下，你先。不许过去，打扰你。我看看这绳。过来，都到我这。小童，你给他们都拉走。都到我这。我觉得咱俩能跳，挑战。现在一块来。就是一二三，够了吧？二十了，你说这是两个有运动细胞的人。今天晚上8点，玉女会准时到达。我把那个搞进去了。什么？那个，掉那个了。那这个也能出来？拿这个好看，这个还大一些，对不对？我不要。你不要啊？哦，这是钱。我说自己看一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，就好玩玩具，然后结果翻那个柜子就翻到钱了。赚钱方法二，虽然放开我 baby 的导演组是一个非常抠门的导演组，但是皇家 baby 屋是一栋神奇的房子。 baby 屋的各个角落里每天都会藏着惊喜，只要哥哥们找到就能获得额外的生活费。想要日子过得好，那就努力找钱吧。我们现在哪个任务啊？找钱吗？我看一下来。那里面有多少钱？找多少钱呢？这个里边50块钱，这里边100。100是吧？在什么？没有。没有啊。查一下鸡蛋酱怎么炸、啊？省吧，拌菜挺好的。蛋太多了，这个。你放是不是放放盐了？对你不是特别放心，放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一道菜了就已经？哎，我这碗酱要成了啊，就老猛了。哎，香哎，吃饭，来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你这不想吃？那你想吃什么？我是牛排。我也要吃牛排。我也要切2块。咱仨一人一块，行不？他们不吃，小孩吃肉不好。你吃，我不吃啊，你吃。我也要。你要。我也要吃。没有，就怪你，小胖，你起哄，瞎起哄，我都要吃。也要吃喜哥哥。嗯。你那个我得一天天能学完呢。一天天啊，行，你慢慢学吧。太难了。你想学习哥哥？我很会编歌。你还会什么？我很会编歌，但是我不会，我只会瞎唱。瞎唱。瞎唱可。不难。嗯。真。我们去干嘛呀？我要找易烊千玺哥哥。Let's go. Listen to my heart.在看到你微笑的那一秒，我不安的心跳正悄悄。
脚，温暖像突如其来。哎呀，别跟他套近乎了。我家里有你们的电视机。哎呀，别跟他套近乎了。哭，那么大哥哥为什么要哭？哭好了就转过来。我想好了，因为我没有起到个作用。你知道我收拾餐具收拾特别好。对呀、啊，感觉这么好。好你跟哥一起睡好不好？嗯，你别哭了啊，好不好？走。婆婆，你把自己吃的也拿进去。我先把锅子拿过。啊，行，挺沉的啊。不行的。哪这么厉害呢？行，婆婆真棒。婆婆，你自己跟小朋友玩去吧。那我想帮你做事情，我帮你做事情。怎么了，海玲？多冷啊！我们进去。你要找谁？多冷啊，爸爸！你看看多冷啊，我们快回去好不好？他们去睡觉了，明天早上再来吧。啊，不哭。上面还有雪儿姐姐，还有小松花姐姐，我都能找他们去玩。哎，他们，你看他们也哭了，我们找他们一起哭去。啊，你看谁哭了？他也哭了。大小孩走了。哎呀妈！不，哥找你的鞋去啊。我们今天还穿这个衣服睡觉吧？可以啊，你想穿吗？想。过来。我不会穿睡衣。我给你穿。嗯？你的鞋。我要我的梳子。你好，给你拿梳子。好，给你拿梳子。那你的鞋去哪了，小林？哎呀，你自己拿。哎呦，这鞋。我要跟我的妈妈一起的。海林今天晚上睡得香香的，妈妈过两天就来了啊。海林要不表现得好，妈妈也会生气的。妈妈在看着海林呢。如果海林睡得香香的，妈妈也高兴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哭着长大了，那妈妈高兴了。我们要妈妈也一起高兴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的鞋子呢？我要在这里。那你先待在这儿好不好？一会儿张森哥哥还有姐姐就过来找你了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在那玩吧。困了吗，小松花？有一点困了吧？你看你哭，妹妹睡不着啊。我要妈。那我把妹妹抱走，走吧。我要妈。我要妈妈。你把她让她睡吧。我在哭，妈妈就会病倒。嗯，是吧？所以小松花勇敢，小松花不能哭，小松花真棒。嗯，雪儿也特别棒，雪儿现在都不哭了，特别棒。哈林也特别厉害，对不对？哈林可棒了。嗯，我们三个都棒。可是妈妈今天是不会过来的。你们这两天如果表现好的话，今天晚上睡觉睡得香香的，妈妈看着高兴，妈妈就过两天就过来了。如果你们这么哭，可是我不知道还有几天才能见到我妈妈。
哥哥也不知道呢，哥哥也见不到妈妈，哥哥也一个人睡。雪儿是那种你越哄她，她越哭得来劲。哈林是那种你越哄她，她就会越好。所以哈林我就一直抱着哄，然后雪儿就让她坐在旁边，让她看着我哄，就好多了。还要不要睡觉啊？还没睡觉吗？我的宝贝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都好。其实我好久没有那么抱着哄孩子了，上一次还是楠楠一岁多大的时候，对那个动作就已经没有当时那么熟练了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整个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让你知道你最美。哈林是女孩里面最小的，然后又最闹腾的，能在我怀里面给哄睡着，我觉得我挺厉害的。让你